哼，你好。开题。现在有六大类选项，请选择听力、普通话、美术、数学、英语、语文，请选择答题。普通话。普通话答题有一个要求，需要考官在念出问题的3秒之内回答。这么快？我的反应很慢的。是的，请听。又降住了几个魔？前一句是。又降住了几个魔？不是，这跟普通话有关系吗？又降住了几个魔？重新选一下题吧。又降住了几个魔？前面一句我哪知道是啥？看过很熟啊，但是又一下就把我震懵了。听力，听力。不是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题了？再来一遍。这个是别的题目，如果想要再听一遍，应该只要用一次。可以用几次？可以用很多次，只要你能猜。交啊！用一次交9张，用一次交9张，你想交几张就。4次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回答错误。是多少次啊？好嘞，第3题，听力。请选择答题。听力。我练练试唱练耳。再走。好，请问歌曲当中有几个啊？18个。不可能，多少个呀？我看一下，我给你数啊。对不对？18。错误。怎么错了？你唱一遍来。它有一个转调，就是两个。你那个答案，那个字幕有错，肯定的。没有，我质疑他们。这本来就3个呀。
不是，是不是三个？啊啊啊！我觉得是三个，无所谓，你们觉得我错了，我就错了。数学题。问吧。请问歌曲心情共和这几个人总共几步呢？4步呀，不是4步吗？不是，他肯定是4步，他写的就是这么写的。数学题。对。听不见。对啊，10个小时话，10秒吗？不可能吧，10秒。回答错误，而且是我额外的干扰数量。他就是想给你拿那个他要的分儿，压你不开心的。而且这位老师中间用了一个尖叫。没有，真没用啊，用了吗？用了啊。他自己想的，真没用。不是你都没提示我呀。我跟他差不多得了，我们再 PK 一下嘛 ，solo battle。这位考生，您最后的分数是-11分，还要交9个分才。就是没有。特别酷，好嘞。